为着延续红赛，鹿港镇长黄进安服务精神，民进党官员参选人杨苗月举办文政说明会。头一场哦是特别经典鹿港镇山仑里出发，透过说明会深入基层，甲乡亲博感情。杨苗月，高山杨苗月，山仑里新妇杨苗月举办文政说明会，福仁宫广场客满支持乡亲。副馆长林明如也大力推荐收听，可以保证杨苗月如果在议会能够争取的惠民股，一定会都答应，好不好？啊！就敢那咱馆长、甲小英、甲赖清德一样，中央地方连一线，进步看得见，对不对？真侪地方乡亲、里长、社区理事长、庙宇主委拢到场赞声，希望山仑乡亲做回支持肯定杨苗月。山仑里从素来都有议员，啊，你是咱鹿港咱仑尾人的新妇呢，会等于代表咱仑尾人的荣耀、荣誉呢。你的当选就是咱山仑里的当选呢，该占一张卡哦，唔别人。甲选民博感情，嘛爱广告电影基本盘。杨苗月要甲二十活动支持红赛黄进安的幕后温柔助力，走向目前延续服务。年底就要来落任，啊，我也进入议会啊。咱这个建设啊，我嘛会作为咱官府甲人民哦的桥梁。啊，伫遮诶，以我伫咱服务处啊，看到足侪案件，真正的案件。我嘛了解咱民咱民间啊，足侪苦，啊，伫遮吼，我嘛会来尽量来替咱诶乡亲啊，来争取着更较多诶福利。年底选战将要正式开打，民进党官员参选人杨苗月嘛亲入基层，行透透，头一场文政说明会，正伫咧家己诶故乡进行。希望甲民众近距离接受了后，会当替政策带来更加实质的效益，替民众带来长远的福祉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